最近新推出了歡樂滿人間 Afternoon Tea Set， 好靚好吸引啊！The Shop 又名摘星樓，是倫敦最高的大廈，高310米，它由11000個玻璃薄片組成，外表看下去好像三角形那樣，是倫敦的地標之一。今次我們就來到位於31樓的 Aqua Shop 吃這個主題的下午茶。餐廳高貴優雅，在用餐期間可以360度看完整個倫敦靚景， menu 的設計都很特別，是用玻璃整成的，另外它的餐具呢都有用到主題的 logo， 好靚啊！等我試下這個下午茶先，底層有兩個 scone， 分別是雲呢奶味和提子乾口味，口味不錯啊，還有三件三文治，一件蟹肉青瓜包，一件三文魚包，中層有自家製的六邊形薑餅，整得超好味啊，薑味濃郁，還有一個金色鐵罐，鐵罐裡面裝住紅桑梅撻，我覺得好好味啊。而最頂層的就是朱古力蛋糕和車厘子蛋糕，而飲品方面我就試了一杯 Mary's Tea， 由黑茶玫瑰整成，味道都不錯。另外跟餐可以跟香檳，餐廳預備了三種不同口味的酒加入香檳裡面，令你可以自制 cocktail， 都挺有趣的，香檳還可以無限 refill 添。吃到尾聲還有棉花糖食添，這一餐下午茶實在太豐富了，最開心的就可以看個日落，先回家。